在有十几年在设计大学全国促进会哈担任秘书长的工作。那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就是跟一些朋友哈，包括冯家跟洪林哈，我们就一起离开了社大全促会，我们就成立一个 NGO 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社会企业大家都知道哈，听起来是不大会赚钱的这种公司哈，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因为过去我们来自于 NGO， 那希望这样子的对社会的热情不减，可是用另外一种营运的模式哈，用那公司营运的模式呢，还是希望哈，就是对这个社会能够尽一份心力。那我们的公司呢，有三个很主要的项目哈，就是公益、旅游跟改变哈。那今年在公益的部分呢，最近我们跟公益 CEO 协会哈合作一起办理一个叫"送你一份爱的礼物"哈这样的活动。那他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即将哈现在是快要冬天了哈，那在圣诞节之前，如果呢小朋友爸爸妈妈大部分都会跟小朋友说，如果你听话的话呢，偷偷告诉圣诞老公公你想要什么礼物的话呢，你在圣诞夜就可以得到一个你心里想要的礼物哈。那可是呢，对这些失亲儿的小朋友哈，或者这些单亲的小朋友来说，他怎么样也不太可能哈，就是就算他想要一个礼物，他没有可以去诉说的对象。那所以今年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哈，就是希望让许愿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让每一个小朋友哈，变成一个可能，或者变成他的一个相信我的许愿也有人听得到哈。所以今年我们也正，因为去年募到了大概500多份礼物哈，让500多个失亲的小朋友能够得到哈，他们心里想许愿的这样的礼物，那后来获得很大的回响哈。100万，好。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到昨天，我们征求的这个礼物清单已经1000多份了哈。今年是扩大哈，所以今年的小朋友的需求可能是 M 型社会哈，还有这个社会的不景气。那到昨天为止，已经超过1000个礼物的需求哈，那也已经放在那个网站上的清单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今年也可以扮演一个圣诞老公公哈的话，可以是。Google 一下 FB 上面的送你一份爱的礼物哈，去点选一下那个清单，那个清单里面其实大家看了就知道，其实还蛮心酸的哈，就是有的小朋友他要的礼物是拖鞋，有的要海滩裤哈，或者要文具用品哈，或者什么便利贴啊那种。我们一般来觉得那不就生活用品吗？就一般小朋友是生活用品的东西，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他们心里想要的礼物。那还有的呢，更心酸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想要一串珍珠项链，因为他说他妈妈常年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串珍珠项链，那他希望借着这个礼物呢拿来当做送他妈妈的礼物哈。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呢，他要的是某某牌的成人纸尿裤，他说因为他的奶奶呢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常常会尿失禁哈，所以他希望能够送给他某某牌 XL 号的哈成人纸尿裤。所以这些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到在 M 型社会里面的儿童的处境哈，尤其是失亲儿的处境是很不大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哈，如果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一起共襄盛举哈，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就12月中之前哈，那可以上这个网站也看一下哈，就是也可以当一次圣诞老公公。那我们第二个工作是旅游哈，那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研发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台湾有特色的哈一些旅游的路线哈，包括因为我们过去跟非常多的 NGO 伙伴们哈就是非常的贴近，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 NGO 平常关心的包括食品安全呐、河川的保护啊，甚至是台湾的民主啊，还有小农的经营啊，原住民的文化呀、社区的营造啊等等，还有像那个绿能的生活啊等等，这都是未来我们希望去开发台湾可以有不一样的哈的内涵的这样的旅游。那现在也在研发阶段当中，我们预计12月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
初步的旅游放在网站上上线，能够让大家能够就是来参加。那初步也有一个指标，希望说未来我们台湾像这样子有特色的旅游能够抢进日本市场哈，所以现在我们也跟日本的 Low Stay 的协会合作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未来能够先从国外市场打进来哈，然后慢慢把台湾的这样的旅游的品质让国外知道。第三件事呢，就是改变哈，那这个角色是我们公司扮演的是希望是一个跟 NGO 议题相关的哈，这样的公关公司的角色。所以今年我们会做的主轴大概就是绿能生活哈，迈向绿能生活，那大家可以一起做什么哈，这样子的主题。那所以在这个三个工作上面都跟 NGO 多少有一些关系哈，也希望NGO 的伙伴如果有相关的议题或者相关的业务希望跟我们合作的话，那就欢迎跟我联络，谢谢大家。那今天来这个地方这个的旅游对我来说是一公一私，那于私的话呢，今天都有非常多的好伙伴哈，所以很高兴哈，就可以跟这些好伙伴又一起出游。那当然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旅游业务哈，像这样子不一样的哈，能够再深入各个地区跟社区以及有议题的旅游，都是未来我们要去发展的这些旅游的素材哈，所以也非常谢谢金头壳那个封家还有 Helen 哈，能给我这个机会，那也希望这两天我们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回去，谢谢大家。